哇，好棒，我出球了，我突破了，突破了，真的，这样有算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德爸。今天我在这边直播，然后顺便来拍个影片。今天频道邀请两位特别来宾，一个是西装哥吴芬达。你那时候熊猫派代表来打台吗？啊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打哪一台？打自台吗？随便啦，好玩就好。Okay. 那西装哥先来。我先来，对不对？车轮战吗？车轮战吗？好好好好。出货换人，对不对？出货换人，怎么办？我好怕我等。不会。好，我们试一下，好不好？试一下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偷看直播。哎，出货了，很分享哦。有出货了耶！因为我们都出货哎。所以这一台啊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我是觉得还可以。这一台应该捏到就死了。我差点要出货嘞。进来，哎。哎，出货了，干。好到我。怎么办？出货换人怎么办？我好怕我等。不会，接下来会不会很难看？对啊，现在没有那么难。好，我们运气好，那个打到有这个是谁啊？是哦，来来，等下换熊猫。那你是最后一个，你会不会很害怕？不会，我看开了。可以了，会走。好，来了哦。好，有了。哎，哇，他们都好可怕哦！怎么办？我好怕我的。不会。哎，他快崩了。先拉。还好。先拉一下档。你们都拉完了，那我要拉什么？你都拉死吧你。出。就他比一个胜利的比耶，完蛋了，死定了，人生好难，太夸张，好好笑哦！不要闹我，不要闹我，哎呦！哎呦过来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又滚回去！不行，爬到旁边这一口，要先把它拉过来。哇，好棒，我出球哎！出货了，这样有算吗？我出货了，出货了，换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你是来闹的吗？好了，好，换下一个，你真的出货啦！对吼，反正只要出货就好了嘛。对啊，好，换下一个。他很容易看开的。所以夹球也可以，不会人生嘛。哇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你会更难夹哦。不会那么多球，球交给我就对了啦。啊，好笑，他又来了。来了。好好笑哦。哇！哎。好好笑哦！先我先帮那个熊猫拉一下。哎，还有什么？过来了，帮你拉好熊猫。感谢。出。快！优秀，优秀。这个条真棒。哎，不要！要去美国了。哎，小高了，再把它拉回来。喂，我没想起来就有了，说拖，好，再来了，拖那个脚，看看它会不会直接脱掉。哎、欸，没，别，老板不是我十块，好吧。啊，这样就好没？我想想怎么打比较好。要认真打。有，在认真，很认真。非常的认真。不就我们摄影师都讲一些风凉屁话。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我们这台镜子用 NK 机，陶乐比有胶带。来。哎、欸。哇。又转一圈。是在帮他找女朋友吗？有，刚不是在堆。啊，丢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没事。还有胶哦。其实我是故意撞你。你是故意的，撞一效果。
没有了，我是故意撞橱窗的。有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莫名其妙出货吧？对，换你嘞，怎么办？打球，其实那个球也不容易，球要夹帅气，真的不容易。他要真女友，然后条件是18岁以下，不行，这样违法。有了，走，一发结束。哎，差一点。哎，可以，这个转位刚好。既然他没找去，才可以摸过来。等他找一找，找哎。啊，撞上来，转掉。要会打而已。好，剩一剩。来，发。不容易喽。哎呦！滑进去了。开玩笑，我做太多了。其实熊猫只是想真女友。对。哎，出球，出球，有吗？一颗都没出，好可惜，没被你蹭到。熊猫很少打巨杀的。没有，他有说他自己很少打这一台。他有说过。嘿，哇，他刚刚多少？哎。换个位置。哎，那个微动是在厉害哦，真优良哦。还要挑时间上台，难怪你说你很少打这一台。对啊，他其实他有说过，他真的很少打这一台。你们蹭这一台就是错，就是过分。没事，我也是第一次打。你们三个都是第一次打吧？第一次打。在这里，对，好，棒，出。哎，靠！屌，哇，刚好耶，对吧？投，哎。啊，太多了！哇，太棒了！看样子时间很够。阿爸，你这家非常感谢你。那要不要顺便让他自我介绍一下？一边对，好，那一边讲一些。哇，掉！好，你说你身高191公分。太夸张了。有机会。哎。边打边自我介绍，讲一些你的生平，让我们还可以真友。还蛮难的。真的假的？不能一心二用啊！你不能一心二用。我这位熊猫先生呢？熊猫先生没见到。哎，这什么？哦，哎，出货耶！哇，在最后的14分钟，漂亮，你死定了！没什么可以打，你都空了。不要不要再夹球了。哇，我夹到一颗了！我真是好死运啊！我们只可以接受犯规一次了。你这高的快速有了，出货！哎，他比较高啊。好累。你一定要出啊！不要冲动，不能捏太薄，知道不？要挡板，有了，终于，好，带走，给你们抽奖，不用让你带走了，你今天花那么多钱，没有，我还好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为什么没有鸟？拜拜，脸书上有些留言有点看不到，为什么？哇哦，那意思说我今天的讯息是被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今天这么多分享，可是人数却没有很高，好奇怪。抽金证吗？抽金证感觉不错，而且今天的公仔会抽。